没必要吧？我就那么精心的打了一下，你对天耀都没有那么照顾。这可是我大师兄，在陈兴山救赎他最护着我了。一言不合就打人，你太暴躁了吧？我暴躁？嗯。行，是我暴躁，我以后控制我自己，我给你道个歉行吗？嗯。但是，以后要是天耀受伤了，你得比这个还加倍的照顾他，听到没有？ 提他干嘛？那当然得提他呀，天耀才是你的有情人。燕回，我郑重警告你啊，你要是胆敢有任何的三心二意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去去去，赶紧走，别在我耳边叨叨。听着，心烦。走啊！走就走。哎，检点一点，别动手。哎， 你走！平时对我和天耀那么凶，怎么你这个大师兄来了，我不见你对他发火？果然是付出越多的人，就要接受越多的委屈。哼！女，滚！怎么滚啊？是这么滚，还是这么滚？滚！好，我滚！滚！哎，好嘞。师兄。 没事吧，头疼不疼？你，哎呀，你说你成天都跟些什么妖魔鬼怪混在一起啊？知道了，我已经教训过他了，但陈兴山我是不会回去的。现在跟我待在一起，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。不行，我得带你一块回去。我也回去。这可是师父说的。赶我下山，便是师父的意思。 我已经不再是陈青山的人了，他便也不是我的师父，我凭什么要听命于他？燕回，你莫跟师父赌气，他当时一定有什么事让他不得不赶你下山。这样，你先跟我一块回去，你放心，这次有师兄在，一定不会像之前那样。大师兄，你不用再劝我了，是不会回去的，而且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。你能有什么事儿？若将帮天佑取回身体仪式告诉大师兄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说不定。 还会将此事告诉凌霄，不行，不能对他说实话。我要去治病。什么？你生什么病了？ 生病了更得跟我回陈兴山，让师父好好给你治治。这病陈兴山是治不了的。聊的话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破事。这俩人应该没什么猫腻。我不会去。你不回去，那我就带你回去。哎，不回去！我还答应他人一件事，不可不信守承诺。你要信守承诺，我还要信守和师父的承诺呢。
跟我走！哎呀，师兄，不回去，别再把我当小孩了。我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。回到陈兴山，什么情绪你就都稳定了？我情绪真的很不稳定，你不要再管我了，我能自己解决。一回我警告你，你今天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我就不回去，你放开我！又来，对不住啊，大师兄，我是真的忍不住了，你就先睡一会儿吧。 姓名对于我来说，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同。杨辉，你是很特别的。走吧，我带你回家。 没心没肺，却极其在意陈兴山与陈兴山的人。你如果敢胡来，我先饶不了你。所以比起你的醋意，你更在意的是他的心意，我说的对吧？没什么醋意，你把握好他，别让他被带走。你放心，你不在他这段时间，我绝对把他看得好好的，绝对不会让他跟这个大师兄有任何的独处时间。 是醋了。
龙主的赤焰龙牙变成了，龙主睡着了。龙主对自己的事真是不上心。第一把剑刚练成，他居然睡着了，这样他才是龙主嘛。趁他还没醒来，我们送他一个礼物吧。好呀，好呀。 这是做什么？龙主，我们合力送了你一个礼物。龙主守护龙谷，庇佑我们。我也希望这把剑能在重要的时候保护龙主。龙主剑练好了，我希望你以后要更努力的练功哟。我希望龙主是天下最厉害的龙。笨蛋，龙主是天下唯一的龙，就是最厉害的。 他们将自己的灵力都注入我。对，这是他们的祝福。你的第一把剑，该当如此。从此，这把剑，只有你这般拥有赤诚之心者，以保护他人为念，才可使用。 这个祝福也是一个束缚，以后你可别让这祝福变成一个负担，这才是我的束缚。 真是暴力成性，我才放任他这么下去，他今天敢打我，明天他不就敢打师傅了吗？不行不行，带他一块回去。我也不能继续放任你在他身边。 陈星山的七星弟子，我不杀。哎，干嘛？但是听说西边的森林很难走出来，你就先去迷会儿路吧。师兄，师兄。 师兄，我没有，我怎么会跟他串通好的？我们两个没有关系啊！对。
你跟你师兄实在是太有默契了，我更不能解开。毕竟我只是要把他绑住，让他进这个森林里面，没有危险。啊，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危险。愣着干嘛救人啊？哎，等一下，里面说不定真的很危险，你千万不要碰。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师兄，白小生，大师兄，白小生，白小生，大师兄，在哪？应一声啊！怎么这么奇怪啊？我的绸带怎么没了？小组天道宗这么多石碑，这些人都是谁啊？这么莽撞，可千万别把性命在这丢了，耽误我的后事。阿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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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书先生，这么多年了，就说你这墓志铭刻的话是最多的。你这是生前还没说够呢，可真是把我给累坏了。这位姑娘，劳烦问一下，活人？真的是活人？你做什么？不错不错，不仅是活的，还修过仙，还长这么好看，一定能陪我很久很久。陪你？你住在这儿？是啊，这儿就是我的家，我打从有记忆开始就一直在这儿。你住在这儿不觉得危险吗？危险？这里没有什么可危险的，除了出不去，别的都挺好的。走不出去？为何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出不去。你多待几天就知道了。之前风千硕说此处森林难以走出，看来是真的。只是此处为何如此奇怪？先是有荆棘将大师兄拉进来，而后我手上天药留的绸带也不见了，还有这个奇奇怪怪的小姑娘在这儿。你是人还是妖？我叫幻小烟，是个幻妖。幻妖就是啪啪啪啪啪啪，天生会用幻术的那种。这什
么东西？我跟你讲，你待在这里，不要怕，你想看什么，我就能让你看什么。阿生，直到你走的那一天，我也不会让你孤独无聊的。走的哪天？就是离世啊。哎，你说点阳间话吧，我才不会让自己死在这儿呢。话说你有没有看见另外两个？还有两人，那之后可就热闹了。你既然熟悉这儿，不如先带我找到这两个人。不急不急，你先跟我来，我决定先让你插个队。插什么队啊？你喜欢哪种葬礼？葬礼操办后事我可是专业的。那你看这儿，这些都是我立的。办丧事这回事儿，只要你能想得到，我就能办到。不过墓志铭你得提前写好，回头给你刻在碑上。算了，惹不起。你去哪儿啊？阿生，阿生，阿生，阿娘，我们来玩捉迷藏吧。哎，你要是有什么特殊的要求，我这边尽量给你满足。你走这么快做什么？我跟你说的可是终身大事。怎么又回到这儿了？你们这是鬼打墙吗？我们这里就是鬼打墙，专业打墙，进来的都留下了。你这儿的墓碑不会都是真的吧？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啊？都是墓，每一个碑下都是一个人哟。哎，别怕，你刚刚摸的这个走得还算安详，是个脾气好的人。你看他下面写的都是往生极乐，是很美好的期待和祝福。他们都在这儿熬到老死的吗？化成黑烟消散了呗。我们这里啊，就只有一种死法。我刚跟你说的那些什么水葬啊、火葬呀，都是对你衣服做的。阿娘，阿生。我们来玩捉迷藏吧，你站好，数到100，阿娘就来找你。阿娘，先找到我，否则你们都得死。大王，大王，你这里面还有个王啊！我大王一直在戒指里面，可他从来不玩捉迷藏这种游戏啊。石海内的黑气更加无法控制，完了，我大王真的疯了。我虽然知道会有这一天，但我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突然。走，怎么回事？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你大王弄的。18、19、20。白小生的声音，什么捉迷藏，什么迷宫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定是我大王用闯入者的内心阴暗所住。走，这边，内心阴暗是什么？我们是幻妖一族啊，我大王能把人心最恐惧的一面放大，
然后把人困在里面，杀死他。不管了，先找到白小生再说。啊，这边。数到一百，阿娘就来找你。93，94，95，96，97，98，99，98，97。96，又是死了，这不是你的地盘吗？怎么办？啊，你不是认识那个什么生吗？这既然是他的内心投射，那他有什么特色？你快想想。白小生，影子，他是影妖。影妖，这边。啊，五一，五一，五二，五二，五三，五三。62，61，62，65，66，57，58，59。献祭之人还不快滚，我不是恶童，我未行恶事。恶童返乡必招致祸福，怎么办啊？阿娘，阿娘，你是献祭之人，与我影族再无关系，我族之内没有你的阿娘。你是语言中的恶童，竟还敢回来，还不快滚！你想害死大家呀？阿娘，你曾经说过，我数到一百，你就回来找我。你找过我吗？我找过你，可是我去找你的时候，你已
经不在那儿了。你说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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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直在那儿。如果你去找了，你怎么就找不到呢？我就坐在这里等阿娘，不然一会儿阿娘找不到我了。我真的找你了，我到处找，我真的找了。骗人！我你根本没有去找 我，你真的抛下我了。我又能如何啊？单向恶徒并非我所愿，你跟着我只会害了我，你知道吗？你没做错什么，却被至亲抛弃，被族人厌恶，命运如此不公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你们要我当恶童，我就是恶童吧。阿娘，这里好冷，我好害怕，你怎么还不来找我？记得迷宫葬礼，我的墓志铭还没想好呢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找到我了，
就变回来了。你们怎么把戒指扔在地上呢？这要是把我大王给摔坏了，这可怎么着啊？你说你大王住在戒指里，就这枚啊？对，就是这枚。让他出来，问他为什么攻击我们。那你能不能不要打他？他也是很可怜的。好，快点儿。大王他好像睡着了。你的黑气已经没了，我好多了。天耀，天耀！
说，师妹，天瑶，此人是谁？说来话长，他是龙，但他救了我们。龙，罢了，我们先离开这儿吧。我帮你。嗯，方向我看不清，发染尽离思，陷阱两极，是风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轻拂散离落烟灰消声，画着你的剪影一遍又一遍，吻着你的侧脸一幕又一幕，黄昏醉了相思，丰富过一生叹息，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Thank you.